或者我们可以选择用我们的时间来改变自己的生活，为世界做贡献。苏轼说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中国和美国相隔千山万水，通过一起庆祝中秋节，我们都能够贡献这片美好的月光。所以我认为，通过我的努力不断学习汉语，未来我将可以为中美两国的友谊出一份力量，希望两国的团圆很快就能到来。谢谢大家。